间跳跃成功。大黄蜂，救护车，变形！哎，别挡路！帅，就一个字。哈哈，轮胎下士，下次出发前我一定提醒你带上相机和自拍杆。嗯，是个好点子。玩笑时间结束。队长，别板着脸嘛。我生来就这张脸。大黄蜂，确认坐标。报告，坐标正确。求救信号就是从这个星际维修站发出的。救护车，环境采样。从建筑材料和设备构成来看，这座维修站的科技水平要比我们落后好几个世纪。是吗？依靠这些古老又破旧的设备，很难发出那样清晰的求救信号。是完全不可能，队长先生。而越不可能的是，越是危机四伏。总之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查清楚这个求救信号的来源。大家保持警惕。警方这是霸天虎的又一个圈套。不过自从上次大战后，汽车人和霸天虎一直处于和平状态。我们要挽救一切落难的生命，哪怕是曾经的敌人。哈哈，队长，你说话真是越来越像擎天柱大哥。哈哈哈哈，汽车人呐，汽车人，同情心永远是你们的死穴。既然遇到了我狂飙，就不会让你们完好的离开这里。休息一下，变形金刚小剧场。当当当当。休息结束了，当当当当！既然遇到了我狂飙，就不会让你们完好的离开这里。嗯，启动隐形装置。直觉告诉我，这绝对是他发出的信号。我对你的直觉嗤之以鼻，红蜘蛛。你不相信我，杰雷？我可是霸天虎副指挥。威震天不在的时候，我就是头。就凭你吗？不是。什么人？出来！狂飙变形，我狂飙才是霸天虎的副指挥，我也不听命于魏震天，我只效忠惊破天首领。啊！你狂妄之徒，红蜘蛛变形，让你尝尝海奶圣贤的厉害，下跪投降吧！这样的战斗力也配称作霸天虎吗？真是羞耻！我投降。那么你怎么说？我说你是头。救护车，确定求救者位于这个方向吗？自从我们空间跳跃过来后，求救信号就变得越来越弱，现在我几乎搜索不到他。那不就成了大海里捞针吗？早知道要费那么久，我该多带点保养油的。来吧，汽车人，我等着你们呢。怎么样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？你说了算头。还记得我们上次在翱翔城那件糗事吗？十点钟方向是霸天虎。轮胎小心。我的指甲折了。汽车人到我身后重组阵型。勇敢又冷静，你是个好战士，牛头人。你看上去也不赖啊，兔子脑袋。汽车人报上名来，犀牛勇士。在下狂飙，来较量吧，决一死战吧。谢谢邓波波给我这么好的礼物，汽车人变身。